七个，唔讲你屌死！一来到这牛头山，就对安尼七车五白，李忠信就甲讲着：阿母啊，啊你这个人真无良心呢！你叫阮姊夫来遮过花园，啊这地又搁无差啊无米，十二个天又搁是寒到要死，伊又无带厚衫甲棉衣，啊你是毋是要害伊枵死？你才会甘愿暗死？好家在，好家在，我甲阮阿姊来去救死，啊若无，阮姊夫就会互你害死。即看李忠信一直伫咧袒护着李三娘甲老弟阮，迄屌丝就讲。哎呦，哇！啊，我看你这个狗屎囡啊，哈！我饲你一只鸟出来，甲我夹布袋。啊，你是咧乱讲啥货？啊，恁阿母啊，我叫伊上山时，提了一大袋米来，予伊生生。哈，哒哒哒哒！你看伊一来到这山顶，才半个日，啊，你一大袋米都甲我食甲无半死。迄我看伊啊，真正是。大家心好难面，西东马狗要吃大生，像伊这路叫嚣，嘿，我是哪看过哪激心，你何必就为因两人去来个阿母起这路冤枉面？